大家好，我是小白，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3D 小白刚入门时最常遇到的猎印失败的原因，其中一种就是模型底部不平整。后续我们还会陆陆续续分享其他失败的原因以及解决的方法，如果不想错过，记得订阅关注小白的频道哦。现在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。我们经常会上网下载一些别人设计的模型，尤其是刚入门的朋友，一开始大部分都是打印网络上分享出来的模型，但是别人设计的模型有时候也会有他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。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模型底部不平整，也就是模型它的底部不是平的，模型的第一层它不是一个很完整的平面，如果打印前没有做一些小小的调整，就有可能造成猎印失败。例如这只拖鞋，当我们汇入这个模型到切片软体之后，看起来似乎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很多刚入门的小白可能就觉得这样是 OK 的，就直接切片后去打印了，忘了做一个很重要的动作，预览猎印。现在我们就实际切片预览，看看这个模型它到底哪里有问题。首先你会发现模型的第一层它长得有点奇怪，一般拖鞋的底部大部分应该是平的，除非底部有做一些特殊的设计，不然的话模型第一层应该是比较完整的平面，但是这个模型的第一层却有部分地方是空的，不会猎印到的。也因为第一层它不是平整的，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平面，所以之后在猎印这只拖鞋的时候，模型可能会无法牢牢粘在猎印平台上。假设今天的模型不是这只拖鞋，而是一个小小的公仔，就像这一只小熊，它的第一层接触面积很小，底部不是平整的一根面，它的脚有部分是悬空的，所以可能印到一半模型就跑掉了，或者是小熊就倒了。现在我们继续往上看这只拖鞋的第二层，当第二层开始打印的时候，它会印到第一层没有猎印到的地方，也就是那个地方会是悬空的。如果这种悬空的面积比较大的话，就可能会出现掉丝的状况。同样的，第三层在打印的时候也会印到第二层没有印到的地方，当然也会印到第一层没有打印到的地方，这些地方就会是悬空的。这种状况可能会导致模型无法顺利的猎印堆叠上去，轻微的话可能就是底部表面不漂亮，严重的话可能就是部分地方它会坍塌，这就要看模型的整体结构而定了。为了避免这些轻微的或是严重的状况发生，打印前一定要预览猎印，尤其是模型底部的第一层，一定要仔细的检查，思考一下，这样的第一层是不是合理的？猎印的过程中，模型能不能稳稳顺利的粘在猎印平台上，直到最后，第一层是绝对的关键。第二层、第三层也是一样，一路往上一层一层检查。如果发现模型底部不平整的时候，那该怎么办呢？解决方法一，在切片软体中调整一下模型的摆放角度，并且直接将模型下降。例如这个拖鞋，大约下降一厘米，底部就平整了。猎印的时候，下降的地方机器是不会去打印的，会直接从切片软体的猎印平台上所显示的第一层开始猎印。这也是最快的解决办法。解决方法二，用绘图软体，例如 NetFab， 直接切掉模型底部不平整的地方。操作的方法也非常简单，大家可以参考影片简介下方的教学连结，点击连结直接照做就可以了。解决方法三，如果你的模型尺寸外观不能变，底部不能切，那只能使用一些绘图软体直接进行模型修图了。这个部分就需要懂一点 3D 绘图软体才能修得比较精准好看哦。除了以上三个方法，一定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，如果您有其他的小妙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
非常欢迎在影片下方的评论区或留言区分享您的小秘诀，大家一起来交流学习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对您有一点点小小的帮助，还请帮我们按个赞分享哦。后续还会分享更多有关 3D 打印的资讯以及教程，如果不想错过，记得关注订阅小白的频道哦。今天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